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渠道， Facebook 每天有22亿的人口在上面宣布自己的喜怒哀乐，月活用户20亿，每天新增用户50万，提供超过70种语言。有流量的地方就有生意，有巨大流量的地方就是暴富的集中营。在大多数卖家的眼里， Facebook 加独立站是发家致富的黄金组合。优秀的社媒获客操盘手是最敏锐的执行者，他们追浪而居地打爆了很多品，但是对于大多数新手卖家来说，无从下手是他们刚开始做 Facebook 最真实的写照。但 Facebook 归根到底还是一家广告公司，要做推广烧钱无可避免，一不小心付费广告就会踩坑。在独立站冷启动阶段，如何通过 Facebook 选品测评用户在哪里，要怎么精准找到他们，如何分析数据优化提高转化率快速出单，本期操盘手面对面我们邀请到知名 FB 教程博主派大星，为大家分享跨境独立站冷启动阶段 Facebook 引流落的实操经验。介绍一下派大星，独立站操盘手，老牌电商干货博客爱放派创始人，擅长 Facebook 获客，对中东的单页 COD、 AdSense、 国际直播等海外流量等模式有独特见解。一、做独立站几种电商模式；二、流量获取方式；三、 FB 引流冷启动阶段；四、 FB 运营方法；五、起步如何找到对的客户关键字定位；六、独立站转化广告扩量方法与规避要点；七、如何实现从普投到精准投放；八、素材文案挖掘卖点；九、选品思路。正文开始。一、独立站电商发展历程及趋势。 1.1 独立站电商发展梳理。首先，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已经越来越多的平台卖家转移独立站电商，原因无外乎平台规则越来越严，平台红利消失，流量媒体平台风起云涌。曾经是卖家交钱给平台电商，平台电商在流量平台买广告引流，现如今程序化建站门槛降低，插件丰富，流量平台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卖家基于品牌需求、利润需求开始谋求自立之本。 1.2 现存独立站电商的模式及未来发展方向。模式基本都涉及过，最早从 B2B 以方代运营入行，接触阿里国际站类型 2B 企业如何做出海，后来自由职业做 Shopify 的 dropshipping 模式，再后进行中东电商方向创业，做了单页 cart、 移动电商 APP、品牌 M 站，也进行过聊单模式的跟进，包括图中没有提到的亚马逊测评广告、跨境直播电商都有涉及过。今天主要讲文中没有深入涉及的部分，尤其是在 FB 引流这块的细节。二、做独立站几种电商模式。 2.1 电商变现 CD Dropshipping 现在还依然势头不减的模式。很多人说现在进入会不会太晚了，红利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并非如此，依然现在有人这方面做得风生水起。哪怕 Shopify 大批量封店群的店 Cloud 代理开户受挫， FB 账户不稳定误封，依然有大批的人进入，因为产品永远在更新迭代，永远有新产品出现，永远有新的机会信息差的出现。第二种方式是 Niche 细分垂直品类，这种方式就不仅仅是依靠 FB 流量，更是把单品通过慢慢优化更加垂直，让像素更加精准，再扩展到其他品类，也慢慢占据 SEO 的流量。有两个方向转化而来，一是广泛测评时发现一款有利润空间的商品，竞争程度又不大，然后单独开战，用力机域名或者搜索词域名；二是擅长产品开发，尤其是产品可以添加一些定制化元素的时候，进行这样的一个细分垂直站点的开拓。 2.2 联盟用金和广告变现。联盟用金和广告变现也是电商变现的一种方式，
可以多方式结合玩法，比如我们从社交媒体吸引流量，到博客类型站点，通过 AdSense 变现。站点上有的内容也可以是自己的独立站的链接，或者是引导到亚马逊的产品链接赚佣金，再或者是接其他联盟的 offer 挂在自己的站点。每一份进来站点的流量极致变现，最差也是多了一次广告展示。这种方式主要在于从流量便宜的地方引入，然后对接变现效率高利润高的 offer。 2.3 聊单社群运营直播电商，聊单社群运营跨境直播电商会更加本地化，这种方式与客户之间有非常强的互动，复购率大大提升，时间和人力成本会高一些，不过可以借助一些提高效率的工具，比如 ManChat 插件 in post likers to like page for Facebook 三件套。当前阿里系的阿里巴巴国际站、Lazada 等等都有跨境直播的动作， YouTube 也已经出现了直播推流的方式。三、信息媒介流量获取方式。 3.1 信息媒介流量获取方式：一、广告投放；二点 SNS 红人营销、联盟营销、品牌打造、社交沟通、跨境直播；三、 SEO 内容营销、自然搜索。不同的产品和模式大多都是根据其特点着重选择某一种方式进行推广，比如杂货铺着重的能力是选品、快速测品上量， SNS 和 SEO 没必要太上心，尤其是 COD 单页，甚至要 Roblox 屏蔽掉谷歌收录，以防别人抓到你所有的产品。做外贸工厂、大件等等，需要通过 SNS 展示工厂方方面面，展示实力，做品牌站点，做 SEO。 至于广告投放，没必要花费大功夫去研究扩量、测品、竞价什么的，做游戏 APP 依然是选择广告投放，涉及一些红人营销。总之不同的模式有的放矢。为什么选择 Facebook 作为海外流量的主阵地？人数越活众多，且能有付费能力的人数众多，网站权重也比较高。比如 Facebook 公共主页日志功能，通过 Facebook 主页发布日志，一些关键词就很容易排在谷歌收录的首页排名。毕竟是大站，与其费心去做站点的 SEO， 不如优化 FB 的日志内容，然后给这个文章做些分享和外链，增加权重。四、 Facebook 引流 4.1 冷启动阶段，自身分析，调研进队。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工具 3w.fofa.so， 通过它可以查到很多网络资产，比如竞争对手有哪些网站，根据相关主题就可以查到用了这个主题的其他网站，用了同一个服务器的网站等等。熟悉了后会发现做多站群、多站点有很大的风险。主页设置，主页设置比较简单，